上期视频结尾，我发起了一个投票，3000多人中，其中有37%的人选择了炸弹人，也就是大约有1000多人想看我用炸弹人整活。纯炸弹人应该是所有纯兵种挑战中难度最高的一个，首先是因为它自身血量很低，然后其次是因为它的作用也很小，毕竟整张图也没有多少城墙需要它来开。15本的超法前期在当前版本也没有特别强势，毕竟现在15本也没有很多密集的阵型，其次就是全新的援军机制，所以说为了这期素材我也是大概打了上百场吧，希望大家给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。